日前，徐峥把宋佳在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的造型与《大头儿子》和《小头爸爸》中围裙妈妈造型放在一起，说宋佳有点眼熟，还真别说，不是有点眼熟，是非常像。无论装扮还是神态，甚至于长相的某些角度看起来也很像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，毫无差别了。果然，可爱美丽的人是有共通点的，真的莫名被萌到了。宋佳这个造型真的太像围裙妈妈了，刀子嘴豆腐心也是一模一样，喊赵平阳的时候像极了围裙妈妈喊大头儿子。一旦接受这个设定，徐峥宋佳越看越像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一家，打打闹闹却一直有爱的温馨小家庭。但这一家人是大头爸爸小头儿子，这是什么奇妙的缘分？不少网友表示好损好损，徐峥已经好毒啊，本来压根没联系，这家伙越看越像。